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欢迎透过未来体育台，那么另外还有网络各频道的现场。好，在高师大的部分呢，穿的是白色浅色的球衣，先发的是七号的黄奇哲，十号的王宇峰，零号的魏良哲，那么十一号的郭正富，还有三十二号的蔡正月。那其中郭正富大四，那蔡正月呢则是研究所一年级，那魏良哲呢就是魏鹏哲的哥哥。好，然后文化大学这边呢则是杨浩伟七号，然后九号的巫少奇，零号的杨保罗，再来十号的杨张佑成，还有二十五号刚刚特别谈到的这个来自于奈及利亚的这个外籍生啊，这个阿美。好，今天我们一样是连续四场比赛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这前面交给巫少奇，杨张佑成到篮底下出手得分。我觉得有时候当你五五的比赛打久，偶尔打一打三三会改变整个比赛攻击的节奏。是。好，高师大的进攻差点撞墙 ，touch pass， 再到篮底下挑战阿美，哇，好球啊！郭振富，他昨天真的，他昨二十二十九分，在他大四，他是队长，对，所以不能喊扣。这个队长说你怎么错就怎么错啊！篮球圈还是有点伦理的嘛，他们都是会用这种四分之三场全场的压迫。不过今天也打到这个循环的最后一场，看起来这个防守的范围有稍微的缩小一点点。是，因为今年整个高师大感觉起来人员兵员比较不充足。好，这边是趋势，不是只有 UBA 啊。所以，孟竹教练现在。这个听说英文很好，是不是？还不错。你为什么要做球给？因为他们的校旗是有点橘色。哦，原来是这样的关系。OK。哦，好球，九号传，但是效果好像没怎么出来。是，挡得不够确实。OK。我还好，十号的杨张佑成。再来一下，好球。这是在这个，即便对方在游戏区以后得分，这个四五号的球员他不发底线球，他直接去做到快下。OK， 暂停，掉球了。哦，这个球压到底，杨保罗进算 and one。就是刚刚马姐所讲的阿美的防守价值了，然后回头杨保罗出手得分，还有一分四十秒一百秒钟的时间，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间切入，这次放得快，文化大学二十七号的许浩翔立刻，看看文化要不要放慢，还是要急攻，看起来急攻。哦，三分球进，效果不错。在先祭出改变的就是高师大这边，现在换成了区域的联盟。文化大学这边得分的 Jacky 啊，真的吗？你刚刚有问这个吗？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乱掰的。好，中间切入，好球啊！又是魏良哲，再会给阿美。哎呦，哇！二十七号的许浩翔，文化大学的目前呢是取得领先。哇，来了！好球，到篮底下出手得分。高师大魏良哲今年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除了自己的得分，也要兼顾着当双能位的角色，要控制比赛的节奏。好，正负手上。前甩，这个穿越球，好球啊！三分外线跳投出手没进，哎呀，那这个球谁拨进的？国籍是特例哦。那其实两三年前也有台大这种医学系的学生投入到 SBL 里面去，其实也都让大家印象深刻。是。那马姐看这个奈及利亚的这个外籍生阿美的这个动作，是不是感觉他的这个球龄可能交给了杨保罗，失误了，前面快攻机会，好球，好球，哇，
郭正富进，脚篮底下，好球交给了郭家安得分。对，在二号的位置，杨雄哲延拿到球之后呢，就要打外线，哇，进了，投得很笃定，对，还是希望打到 low post。 对，回头再往中间传，哇，郭家安上篮出手得分，而很好的杨保罗，他的绰号呢叫做本土洋将，哦，但是跟蔡文成的那个绰号不太一样。正想讲，其实今天对高师大追分来说比较可惜的就是一支没有三分外围的支援哦，但蔡正月很快就又投进了一个三分线，球，多打少，进来了。 好球，杨章又成出手得分，那现在高师大请求暂停。对，再交给杨浩维，右侧的切入哦，他左手球员抛投出手得分，但是篮板防守能力还是帮助了球队。哎，这个球灌篮了，哎呀，好球，好球跟进。 蔡正月出手球进，篮板球落后，除了阿美能够巩固油漆区以外，我认为其他高师大的球员在巩固篮板球这上面其实意识不够强烈，所以你可以看进这边是一个长篮板，最后还是回到文化手上，再交给篮底下给的阿美，哇，净算加罚，8分7篮板，今天他跟杨保罗两个加了加起来快16个篮板。 那一步急停出手，球进。郭正富，哎，后来也有成功的例子啦。以前像剑行科大的石波恩，对对对，Brandon Smart，对，他就是中间切进来，好球，郭正富，都说没有，我都没有错，都在叫我正富而已。他有偶包吗？应该是哦，对对对。 还说这个18号队友曾家生，大四，绰号叫做 Y 哥，原因是因为他头是 Y 的，没错没错。第三节还有将近30秒钟，马德宪，哇，好球啊！哦，这手腕的控制力，但是为了守住的话，不过很快的，杨浩伟出手得分给了阿美。 那文化大学能够一直保持领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哇！哇，先看这个球，哇，这是 circle 张佑成，不愧是很会打斗牛的，马戏团进球啊！好，这边先止血，对，郭正富6653，哎，杀进来之后出手没进，不过抓到进攻篮板之后放进，要紧一点，但是在10分以内的射程了。 交给郭正富，切进来，好球！正富来了。是，这个应该也就是像陈辉啊、罗新良教练给他的一个指导。对，没错。哦，好球！一个假晃之后呢，出手得分，应该到弹出来，但篮底下阿美拿到之后放进，不需要球权又能够得分，这是教练最喜欢的模式。没错，这边很快的。 在篮底下，没框，哦，郭家安出手得分，这脚步不错，再出来回给郭正富，哦，顶着对方一下，再到篮底下出手，有了，啊，不过好像就一到四个这种宅心仁厚是有很大的一个分别，是，我前面快攻机会，张佑成。 三分外线跳投出手没进，但阿美篮板球没拿到，杨章佑成捡到。这好像在打他要再增加一点中段的技能，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 floater， 才不会让自己打得这么吃力。不过他有些是让对方就是影响投篮。对，没错，是记录上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的。对，他高师大手上。哦， 可能要抢投三分。对对对对。哎，再一个，哎呦，要喊暂停哦。哦，靠背的三分球可能会是投射的第一选择。果然来了，第三个吗？哎呀，哇，他这个怎么最后1分钟这么？目前。
3胜4败的球队也蛮多的，包含了万能科大，那么也是3胜4败。那如果假设待会一手赢的话，他们也会3胜4败啊。那所以。